的有点特严，没有打招呼什么，一点不交代就要打 boss。Enough. I have endured. 没有怎么铺垫了。More than enough.可以跟他交流，不可以说得他，说给他。They ask you forgive me, dearest Nanaya. 黑屏？为什么黑屏啊？失血头啊，那太血腥了吧！准备跑就完了。开始大战就要被我跟树击杀了。You must kill him.笑噻！啊！好多嘞！再来啊！假的！哦。原来一次不够、哦，谁啊？我来了，这下就这样拍了，就完吗？可以小瞧的了，去。我跟你说，再给他一次。他这样的方式很不错，他的方式我愿意要，我有更大的动力这样单挑的。是哦，差一点了，是哦，是很可惜啊，说的是哦，差一点，我们可以的，那个 boss 蛮不错的哦。 He's bad， 那个 boss 有尊重啊，咁先系有得玩噶嘛。输了，哦，好吧，你成功了，是。那房子老多注意，妈都说他不是太老，先取点挑战，成功之策。結構楽しい。いい勝負。
This battle is not bad. We have fun. 我刚说我开心，妈，他是偏弱，但我感觉他设计蛮互动的嘛。他互动的话，我就会尊重哦。This battle.刚才大家都用各种办法都可以轻松把他击倒，这边也是，希望我们变得更强。但老实说，不管是打那些 boss， 都这个跳舞这样子还是很难用哦，根本就没有一些 boss 会乖乖让你打 ，OK 这样就让你打，然后不还手。所以是比较难用的，你走了，马上去兑换吧。如果一些 boss 的设计是要很多协助者才击倒的，我也可以接受的是，一些很难的 boss， 三个人去打才比较合理啊。但如果像颠簸之王，单挑也可以。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各有优劣啊。灵巧一送两滴，逆性这样是推荐。这个听说很弱，这个就很一般。Pass， 这个可以玩用。永伐大剑。伤口，螺旋刀，杀伤力巨大。是吗？听到敌人了。就你差四吧，魔一发，这样打一套3800伤害，妖兽，没有到十分强了，但是外形讨喜，加分。这个母亲真好看哦，外形好看，所以我跟说我也要用了。一样可以这样戳他，妖兽大剑，他戳他攻击不准不一样吗？尝试一下，他攻击不准。攻击母鼠不一样哦，比较妖兽哦，应该说它冬夏的时候是向前冲，跟特代剑一样，有这方面的优势。是的，水解之外也没有太特别，杀死到嘴。比较 A 级不错的武器，
This song is not bad. Good looking. We take that.